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欧米伽是这个负数了，那么他们说哈，这个级数等于多少？我把它拆成两个级数，好，这个可以写成一加欧米伽平方加欧米伽四次方的哈，一直加，加到欧米伽三十四次方加欧米伽三十六次方，好，那再加多少呢？因为这个两倍的话，我这里取一倍，所以还有一倍，所以这个要加欧米伽平方，再加多少呢？欧米伽六次方。哦，就是说增加四次的话呢，哦，这个跟这个就是差四次，再加多少呢？欧米伽十次方，一直加，它一直加到多少呢？加到这个欧米伽好三十次方。加 Omega 34次方，好，啊，这两个呢都是等比级数的第一个等比级数的话，它公比是 Omega 平方，所以是一减 Omega 平方，然后这首项是一啊，一减掉公比是 Omega 平方，啊，它的次数是项数，这总共有几项？就是平方的话跳一项，所以的话这个是36，它除以2是8，这个是212嘛，16 28 16，0，所以呢 Omega 哈，这个我给它变成一次两次这样子都除以2嘛，这个到18，好，所以从这里到这里的话呢是18项，再加前面这一项就是19项，啊，再加这个的话，它的话呢四次一个，所以的话这个是1，好，啊，再来是4，不要，1再来是3啊，好，1，好，我把它除以2嘛，1 3再来是5这样子，啊，最后这个是17，这样总共有几项哦？总共的话呢，这个有几项？这个是二乘以八，啊，在二乘以九了哈，九减一啊，啊，这个呢是二乘以一减一嘛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从一啊，这是二乘以一减一嘛，从一呢到九，哦，所以这总共有多少呢？总共有九项。哦，这是从这里到这里，总共有九项，所以的话哈是多少呢？一减掉公比是欧米伽四次方，二分之那个首项欧米伽平方嘛，一减公比是欧米伽四次方，啊，次数是项数，项数是九项，一到九有九项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那我们就可以求出来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哈，欧米伽它有什么特性？欧米伽它有什么特性？我把二欧米伽移过去，然后移过来，就二欧米伽加一啊。然后两边平方的话，这个什么？根号三 i 的平方是负三，那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是四欧米伽平方哈，加四欧米伽，啊，再加一。它负三移过来，就变一加三是四，等于零，所以的话，它是满足这个方程式的。所以欧米伽满足这个方程式的，然后两边的话哈，给它乘以欧米伽减一，欧米伽平方加欧米伽加一，等于零，所以欧米伽也满足什么式子呢？这是欧米伽三次方嘛，减一等于零，所以的话哈，欧米伽也满足这样子，欧米伽三次方等于一，也就是说哈，欧米伽如果是这个数的话，这个负数的话，它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就是欧米伽平方加欧米伽加一等于零，第二个条件是欧米伽三次方等于一呀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欧米伽的几次方啊？
19乘以2嘛，2就是8，38。那欧米伽38等于1嘛，所以哈，这个38等于多少？38我给它除以3嘛，3×3，3×6，2嘛。也就是说欧米伽哈，38次方是等于欧米伽的3次方，乘以12，啊再加多少？再加2。啊，前面这个是等于1啊，所以最后是欧米伽平方。也就这个是欧米伽平方啊，所以变成是一减欧米伽平方分之一减欧米伽平方，这个是等于一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哈、哦，它会呢等于零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欧米伽呢4936，但是我们晓得哈、哦，欧米伽三次方呢是等于一，好在十二次方嘛，所以是一的十二次方啊。这一的十二次方等于一，所以一减一等于零，所以这一项等于零，所以最后是等于一，所以答案是一。